年一次咯，咁啊大家都开心啲，咁啊过嚟拍咯。头先我见到有一个老太太75岁啦，孭住嗰一身器材，起码都20斤。佢攞嗰支长焦镜非常之专业。他特别喜欢看那个木棉花啦，那山上的木棉花盛开，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，看看广州的发展变化，挺好。看到别人有剪回去，还要把它穿起来晾干什么的，然后回去试一下。